山纵横，云涛飞流，多少豪杰壮志未酬，天地之间聚散一壶酒，大江东去，浪淘尽多少悲愁，天下英雄世世造就，出寒衣不是谁都难感受。天下为了齐帝的安危，为了顾汉的势力，我可以先做这个王。你去草拟上书吧。诺。等等，但要在这个王字之前加一个字。加一个什么字？假。齐假王。就这么定了。这就这么定了。诺。放屁！你再说一遍，你说呀。我这儿被围，我让他增援他不来，现在管我要假齐王，啊，什么意思？你踩我干嘛？要什么假齐王啊？韩信是个大功臣，给我也得给他个真王，啊，韩大将军平定诸侯，征服了齐国，打败了龙驹，我本应该重重的犒赏啊，他怎么只找我要假齐王啊？要封就给他真的。你给我带个话，告诉韩信好好的安抚齐国的百姓，训练兵马，等待我的谕令。封韩信为齐王，尽快册封。谢大王，谢大王。孙房啊，我刚才是不是有些失态啊？汉王确实有些失态，但是随机应变掩饰得非常好。但是我真的很生气，这个韩信，你说他功劳小吗？打章邯，拿下齐国，按说他应该赏赐更大，别说是假齐王了，多大的官我都得给他。你说他这样过分不过分呢？子方，你说说看。确实有些过分，可是他拿这种事情来跟我摸底，哼，有必要吗？你说他拿这个假齐王来跟我摸摸底也就算了，
可是偏偏在这三足鼎立的关键时刻，他跟我讨封，这不是要挟是什么？他什么意思？我不给他，他就不来吗？汉王现在意下如何呀？给他要什么封赏我都给他，我让他高高兴兴、愉愉快快的。别忘了，那边有人惦记着他。此战失利，损兵又折将，往后大王，这是龙驹的过错，他已战死，我不怪他，好生把他安葬，照顾好他的家小，他是我们的好兄弟。大哥，子期请命带兵北击韩信。大王，此处交于我把守吧，你和子期将军带兵北伐韩信，为龙驹报仇。钟离昧，我相信你能守好此地。嗯。子期，我知道你智勇双全，也绝不会向韩信屈服，但我不想和韩信打，啊！我要和他结盟。什么？你们听好，我们真正的敌人在关武山的那边，叫刘季。就算他到天涯海角，就算他化成灰，我要死死的咬住他。只要能够打败刘季，跟韩信结盟，有何不可？大哥，这可不像是从前的你啊。亚父以前常说，战争能使人变成鬼。我原本不以为意，但现在我明白了。我要杀刘季，韩信能帮我。大王，其实拿下韩信很容易。我有个朋友叫武奢，跟韩信是同乡，素来关系很好。我可以找他，让他帮我们。将军，人已带到。淮阴人武奢拜见将军。同乡啊，有何指教？谢将军给我讲话的机会。想当年，天下各路英雄纷纷揭竿而起，联合抗秦。今天秦国已亡，于是按照各自的功劳割地封赏，让诸侯们回到各自的封地霸占休兵。可是汉王刘邦呢，他自己的封地原本在巴蜀和汉中，但他却占领了关中，并且引兵出关，把其他诸侯的封地占领了不说，还带兵攻打楚王。看来不吞并天下所有诸侯，他是誓不罢休，这是何等的贪婪和不知足啊。你是从彭城来的？是的，恕我直言，不知多少回了，汉王都成了项王的瓮中之鳖，消灭他易如反掌，
可是项王每次都没有把事情做绝，而是放了他一条生路。可汉王刘邦呢，他非但不报答，反而回过头来再次带兵攻打项王。对于言而无信到如此程度的人，难道还是可以值得依赖的吗？我们都是各为其主啊。不错，将军今天确实受到汉王的重用，那是因为你在拼命地为他攻城略地呀。将军想过自己的结局吗？恐怕最后还是逃脱不了汉王之手吧。我还信如此结局都被你武涉算到了。恕我说一句真话，将军之所以能够保留性命到今天，有一个重要原因，就是因为有项王在，汉王才不敢杀你。怎么讲？将军现在占有一个重要位置，在刘项之间，亲谁输谁的主动权掌握在将军手里，你亲谁，谁则胜；你输谁，谁则亡。如果我韩信谁都不亲呢？那么不论刘项之争最后谁胜，下一个被消灭的人必然是你。最想要我韩信人头的是项羽吧？将军错矣。将军与项王过去曾经有过交往，算是故人了，现在何不离开汉王与项王和好呢？望将军三思。武奢，你的意思我听明白了。这样吧，我派人先送你回去。嗯？还望将军三思。将军请耐心听我说，现在楚汉相争，连年战火，中原百姓家破人亡，颠沛流离，项王据守彭城，南北征战，东西出击，威震天下，却困于金锁之间，毫无进展。所以项羽想在短时间内取得优势，那是不可能的。那么再看汉王，汉王统帅数十万兵马，依靠山川险阻，据守巩洛之间，一日数战，却毫无寸尺之功。现在士气低落，再加上粮食匮乏，百姓是怨声载道，真不知道依靠谁好。百姓当然依靠能让他们过上太平日子的人。将军，你能？当今天下明摆着一个事实，是刘项的命运完全寄于将军你一人之手。将军不如摆脱楚汉之外，既不听项王的，也不听汉王的，与他们鼎足而立。在这种情势下，他们谁也不敢首先来打你。将军是圣贤之才，既有兵又有地盘，还控制着燕赵两地，将军完全可以从他们控制不到的地方以逸待劳，后发制人。你真是个蚊虫，在我耳朵边嗡嗡嗡嗡嗡嗡。哎，将军，只要将军顺从百姓寻求安宁的愿望，打出为民请命的旗号，天下必然闻风响应，谁不听将军号令啊？我听说天给予你的你不取，必然反受其害。我也听说，当你快冻死的时候，有人给你衣服御寒，你就该为他分忧解愁；你快饿死，有人给你饭食，你就该为他笑死。这是误解。我还听说，将军的胆识超过君王，必然会招来杀身之祸。
将军征战天下，所向披靡，你去投靠楚，楚不信你，你投靠汉王，汉王怕你，我真不知道你的归宿何在。我为汉王立下如此战功，即便他不再相信我，总不至于加害于我吧？人心难测，你以为给汉王立了功，他就不会加害于你？功高震主啊，鸟尽弓藏，兔死狗烹。我绝不会做背弃汉王的事情，你再说我就杀了你。滚。真不知道是我疯了还是你疯了。韩信已经背叛了，带一支人马悄悄绕过去。诺，跟我来。放下！上！赶快放下兵器！不要误会，我们是汉王的队伍。将军，子方先生，卢将军，前面怎么回事？我们可能中了埋伏，不过叫人打探了。哎，启禀将军，山下这支队伍人数不多，十分散乱，并且全部是楚军的装束。令属下不解的是，带领这支队伍的竟然是个文官。文官？还有，在山后发现条隐蔽的小路，绕过这只小路可以直接到敌人的后方。好，卢将军。你带人包抄过去。诺，走。
行，七十老朽，别动！饶命啊，大王！投降，我们投降。这不是盱眙的名士武涉先生吗？张先生，当年浪迹江湖，在沧海庄院我们曾经见过一面，没想到几十年过去了，我现在成了先生的阶下囚。哪里的话，先生请起。据我所知，先生现在是在霸王的麾下，可如今却打着我们汉军的旗号，难道先生已经归顺韩信将军了吗？一言难尽，你我各为其主，先生要杀便杀吧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先生是来游说韩将军的，对吗？说来惭愧，先生打着韩将军的旗号来攻击我们，又派人到汉王那儿去送信，是想离间汉王和韩将军的关系。只可惜这一石二鸟之计，击中的是你自己。我先派人送先生回汉营，改日再去拜会。卢将军，送先生。停！将军，张良作为汉王为齐王授印的特使，已经快到达城阳了。看来汉王是信任我的，幸好我因一念之差听信武涉与蒯彻的话，否则将大错铸成。传令，做好迎接张良封王的准备。诺。还有将军，蒯彻疯了。派人好生照顾。诺。受封齐国，金印在手啊。出乎我的意料，汉王真是仁义啊。只是有一事不解，还望齐王指教。既然将军当初讨封齐王，为何一定要冠以假字呢？我就是想名正言顺的治理齐地，可又担心汉王多虑。如果汉王担心的话，为何当初在南郑登坛拜将啊？所以说我多虑了嘛。来。
齐王啊，出真当中有一个叫武涉的，可曾认识啊？此人跟我有一面之交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只是在我来此途中，他的人马包围了我。他自称是你的部下，说奉令不管是楚军还是汉军，一律要缴械投降啊。后来呢？后来此人被我活捉，才知道他叫武涉。程信侯相信这人的话吗？我认为他是想离间齐王和汉王的关系。此人之前确实找过我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他是劝齐王投楚，对吗？不错，可背弃汉王不是我韩信所为，早知如此我就该杀了他。此人不能杀，留着他还有用处。什么用？留下他为齐王在汉王面前做个活证啊。什么活证？证明齐王对汉王的忠诚。谢程信侯想得如此周到。应该的，来。我听说厉声之死，汉王怪罪于我。确实有人这样认为。你怎么看这事儿？我认为厉声死固然可惜，但是他的死和田广的态度并没有直接的关系啊，而取决于楚汉之间的强弱消长啊。就像你我一样，身处在这乱世当中，谁又能够掌握得住自己的旦夕祸福呢？嗯。韩信再谢程信侯。齐王，刘向决战在即，还望齐王固守北方，不负众望，多多保重啊。诺。大哥，有个不好的消息。说。田横自龙驹兵败之后，怕你降罪于他，便跑去与彭越勾结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抢劫了我军的军粮，前往梁地。军粮损失多少？三万担。三万担都没了。彭越这只老鼠。出发，去梁地。大哥，这不妥吧？你再考虑一下。子期以为田横和彭越勾结在一起，就等于得到了齐地老百姓的支持。就算咱们把彭越赶出了梁地，他还能逃到齐地更广阔的地方去。再追的话，这可就意味着咱们直接向韩信挑衅开战。分兵伐齐，又是两线作战，不行，这不明智。武涉去了这么久都没有回信，估计只有两种可能：一，他被韩信杀了；二，他没脸回来见我。彭越敢肆无忌惮地抢劫我军的军粮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他相信韩信不可能帮你。那粮草还够用多久？还能坚持一个月。可是现在的问题是，军中的士卒们都知道军粮被抢劫的消息，士气很低落。大哥，恕子期乱说，
汉王能用利益的方式去收买彭越，为何我军不能？你想说什么？我还没到这种地步。胜负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，让我去讨好彭越这种小人，光想我都觉得恶心。可是现在我军战又不能战，退又不能退，大哥你说应该怎么办？将士们的士气如何？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给将士们减少口粮了，现在右军怨声载道，吉卜那儿就更糟糕了，他已经连斩了好几个扰乱军心的使长了。破釜沉舟不也是如此绝境？只要再坚持坚持，一定能回去。大王，破釜沉舟那是危难之时，人人拼命啊，可现在呢，在广武山我们已经耗了好几个月了，战士们也不是铁打的，他们需要饭吃，我们哄得了他们一时，哄不了他们一世啊。我怕刘邦再不出来的话，我们就没有办法了。放心，我一命子期到最近的外皇求粮，差不多该回来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带回粮食了吗？1000担也可解燃眉之急。粮食1担也没有啊！外皇被彭越洗劫一空，更糟糕的是，这个彭越带着20000多人直奔盂县。什么？盂县？那是咱们的粮道重地啊！你怎么不带人打退他们呢？这个方法恐怕行不通。回来的路上我就一直在想，这个彭越我们跟他交过手，他就像泥鳅一样，打他他就跑，跑完了他又回来，这是最麻烦的事情。这一个月我们怎么撑过去啊？这就是刘邦的计策，他想把我们耗死在这儿。大王不好了，启禀大王，左军军士私自出斩粮草主簿，现在好几百人正在闹事。让将士们把大声点儿！刘邦卑鄙，刘邦无耻，刘邦小人。将军有何事？带人。等一下，将军，如果您要是带人的话，你就不用费心了，我跟您走。这位是？回将军，在下汉王夫人吕雉。汉王夫人果然气度不凡，不过你误会了，我们项王从不欺负女人。那就麻烦你，请你们刘老太公跟我们走一趟，转告他什么都不用带。哼，偌大的楚营遍地懦夫，你们敌不过我丈夫，就拿老人来做要挟，是这个目的吧？说出去让人听了不怕笑话？没有要挟那么简单，在这方面我们比起你的丈夫还差得远。顺便告诉你，跟老人家道个别吧，这就是他的命数。将军，请您稍等，我去把老人家请出来。他们跟你说了什么？爹，他们想请您去一趟。叫我？嗯。没说干什么。哎呦，这要去了。
还能活着回来吗？闭嘴。一定要去吗？我陪他去行不行？他们只想让爹自己去。快点！这说明一个问题，我们被关了这么久，项羽从来没说过要见过我们，为什么突然要见爹？说明项羽要败了，汉王要赢了。哥，怎么了？我把刘邦他爹带来了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大哥，事情到了这个地步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。你不是想激怒刘邦和他决战吗？两军阵前，把他爹给杀了，这样必然会激怒刘邦，而且他也一定会进攻，否则就会招致天下人的耻笑。这么做，天下人耻笑的会是我。大哥，只要是能打赢，什么手段都可以啊。你想想看，将来如果我们胜利了，这点小事谁会在意啊？可失败毕竟是痛苦的。大哥，别再犹豫了，现在全军的士兵都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了，咱们需要用一场决战来激励他们，要不士气就垮下去了。够了！如果军师尚在，他一定会支持我这么做的。何必提到亚父？你是要激怒我吗？大哥，说句心里话，这件事儿我想了很长时间，我不知道用什么样的方式你才能够接受，但是你心里应该清楚，我于子期不是嗜杀成性的人，可是这件事儿非做不可，为了全军上下的将士，为了士气，就是脏了我一个人的手，又算得了什么？出去。出去！诺。子期将军，我觉得你这个计谋有些糟糕啊。话再说回来，就算你杀了刘季的父亲，你一定能保证刘季会出兵吗？于将军，万万不能杀这个糟老头子，你要杀了这个糟老头子，会辱没我们的旗帜，将士们受不了这个，太耻辱了。什么叫太耻辱了？啊？比失败还耻辱吗？你们都知不知道，现在军中连连发生骚乱，粮草不足的消息传遍了每个营寨。过去他们仰望大王的天威，当他是战神，可是现在呢，他们心中的怒火迟早会把我们和大王一起烧死。你们这群笨蛋，想过这些没有？不要争了，明日一早架上口大锅，把火烧旺，刘邦再不出战，把他老子给烹了。
在下之见，是不是可以？你说这刘邦到底还来不来？沛公一定会来，只是别活。山。